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如期收看《名人与你有个约会》。那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著名的演员于波。于波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你好。那每个粉丝团，艺人的粉丝团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名字啊。于波老师粉丝团的名字叫波蜜。波蜜。啊，对。那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和你的波蜜们都非常的关注今年的大制作。忠烈杨家将那部片子，应该是。那这部片子，您在忠烈杨家将当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在这部电影当中，我扮演的是杨二郎杨延定。杨延定，对对对，也是一个杨家的忠烈汉子。对对对，那您是怎么理解杨延定这个历史人物的？因为。忠烈杨家将呢，这个电影呢跟它的原创呢是有一些不同，从剧情上包括这人物定位上。那我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非常勇猛，然后也是久经沙场的这样的一个人，英雄人物，也非常率真，也是非常善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这个人物和之前许多版本塑造的杨家将的这些烈士们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他的区别，首先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跟这几个兄弟之间的关系跟感觉上、个性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也是为了表现，就是每个人物他更有特点。那这个人物的定位呢，首先他是非常外向的，而且是有勇有谋的这种，所以说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非常果断，那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于波老师刚拿到剧本的时候呢，有没有触动你的东西？刚刚读剧本。那肯定了，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我特别希望能参加演出的。我觉得这样的题材也非常少见，再来呢又是电影，没有这样的合作班底。那这个人物包括在这个戏当中，我觉得最打动的部分一定是他的情感部分，再来呢就是这个人物他很悲壮，然后很感动我。然后在表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对观众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有所打动，所以说我才会有很大的冲动跟激情去表现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剧本里找到冲动和激情。是的。这个情感主要还是跟杨家其他几个兄弟的感情，还是跟国家的感情？他有很多情感，包括父母情、兄弟情，包括还有跟动物之间的情感。动物之间，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坐骑啊？也不是，因为他很爱动物。然后也有很多戏去表现这样的一些关系。所以说在传达出来的时候，感觉也是很不一样的。据说忠烈杨家将这部片子，许多的成员在刚拿到剧本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的，是吗？反正大家在一起见面谈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同感。包括导演，他在
想每个角色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激动，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每次拍戏都是能得到导演给我们无限空间的去发挥，再来呢他也给我们一个方向，那我们在表现兄弟情的时候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可能也在生活中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哪个导演啊？导演是于仁泰，也是非常优秀的导演。这次也是第一次跟黄百鸣、于仁泰导演合作吧？对，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对我来说是非常向往的，因为，首先他们是，你像黄百鸣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又是编剧，又是导演，然后又做监制，所以说，能在这样专业的团队下去学习，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包括于仁泰导演，他有受到西方的影响，那来拍一个纯中国式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他带来的思路跟创意都是很全新的。主要表现在哪儿啊？他思路和创意，因为您也不是第一次拍古装戏了嘛。对，首先对一个人物关系上的理解，也许是就很浓重的，就是很悲情的，但他会用一种很轻松的方法去处理，那这种可能就是说，在表现的时候，给演员就是在传达一种戏剧的张力，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悲伤，但他却让你笑着去悲伤的时候，那种张力可能说，给观众带来一种就是说特别同情或者是怜悯的感觉。那种牵动的一定是观众的心的那种，那种冲动。情感上的表达更真实具体。对，而且就是男人就要表现很男人的那种状态，而不是说，很中性或者是，很传。